柳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么烫，你不知道松手吗？你指着我回头给你买药去啊！陆离，我发现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对我越凶，说明你心里就有关心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卖艺不卖身，别想赖着我。 手上抓着不烫吗？不烫啊，怎么可能烫呢？我可以用真元香阻，我可以离开它的温度的。可这是药灵上神的灵火，怎么会轻易就被控制呢？你都能那么轻易的拿到景屋，我怎么可能就控制不了它呢？你现在赶紧出去吧，别说这么多了，免得再生出别的事儿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赶紧的。你拿好了。 那好，这陆离得了灵火，怕是这五阳侯府的继承者，就要定他了吧？杜师兄，他们那些人只是刚进府的小辈，凭着运气罢了，哪能跟杜师兄比啊？ 你怎么走这么慢？我这不是给大小姐断后吗？你过来，干嘛？把手给我看。手？哦。手有什么好看的？嗨！啊！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，大小姐，你能不能别再拖了？我都快变成烤猪蹄了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小心！